这个我真的不会分，我不会分什么蔷薇、香脂物，这真的很微妙。这我没有研究过、啊。但它就是怀石料理的 set。那这个是那个蛤蟆是不是？贝类吧。贝类的东西。然后它是用还是萝卜雕出来的？干贝那种小小的。嗯。比较像，不像干贝。像是九孔之类的。对。鲍鱼搞不好。小鲍鱼。铁锅里面现在没有东西啊，空的。是鱼，没办法对焦哎。是鱼还是？是鱼。是鱼。它里面是那个。它里面有放一些蔬菜。有一些蔬菜。哇，这里面有鱼卵哎。你说鲑鱼卵？有啊。对，这个是什么？还有一块。啊，那个卡斯诺扣啊。是那个卡斯诺口，就是那个卡斯诺口，就是那个卡斯诺口，就是那个卡斯诺口。寿司耶，上面这个鱼很少见的，我没看过这种鱼。有啦，紫色的。有啦。为什么它要叫卡斯诺口？卡斯诺口是一种鱼卵。他喜欢卡斯诺口吗？老人了、啊。啊？啊？我很认真在问他，他喜欢卡斯诺口吗？谁喜欢卡斯诺口？卡斯诺口喜欢卡斯诺口吗？我问过他，没有说卡斯诺口为什么不是喜欢卡斯诺口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叫卡斯诺口？哇，然后你要怎么讲啊？但跟那个我们。现在要吃的卡斯诺口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是它的名字就是这个卡斯诺口，不是，其实不太应该是不同的意思的东西。哦，好。你们日本人知道我们来这？不知道，不知道我们来日本，但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不知道我们去哪些地方。所以早以前是叫卡波诺口。我叫他不要给我小红花，但他没有告诉我要坐哪个位置，所以他是不是觉得全部都没有小红花？全部都没有小红花。最聪明是这样。哇，你把酒喝掉了？没有啊，我只有喝一半。哦，我喝掉了。可以帮我喝吗？没酒你也不行。喝。就是刚刚在喝的这一款。我知道。是什么什么鱼啊？这是什么鱼啊？卡斯诺口啊？是什么鱼软、啊？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吃真心会吃到。好，他这个沙克拉猫其实要连叶子一起吃的，吧？没有啊。那个叶子你是搬不开的。哦。吸收吧。
个是紫苏叶，可以吃的。因为我试着把那叶子搬开，我发现搬不开。他今天。都是硬的，这也是硬的，对，就是都可以拿回去，对，都可以拿。所以啊，你说他还要硬热情，就变成也是很浪费。哎，你这张过了今天就不，这是他们好像是一种。我们上次去住另外一个温泉旅馆，也是一模一样的，就他有一张这个，然后也是硬的，然后也是写当天的日期，就是看料理长今天想要做什么，他就写什么。竹雕的。キュウリなしでよろしかったですか？キュウリ。あ、キュウリ。キュウリは。な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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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あ、こちら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原来是有，所以他是知道有一个男的不吃小黄瓜。就是这个男的。就是这个男的，就是你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真的，我们好像有。马上，要不然他就不会讲了啦。嗯。就一片而已。哪里？这里啊。对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太慢了吧？原来是那个。就也就一片而已。那个お吸い物になります。はい。这个是糖，这个我知道。哦，所以插在那一条小黄瓜丝。哇，这个是。对。Hi. 我不要。我菜了没喝。我给。他可以把我的给你们。他刚刚故意要拍小姐姐，但小姐姐还蛮大方的。这个是。微笑一下。什么鱼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鱼。他这边有写，有鲷鱼、鲑鱼、
阿西拉伊叫什么？没有啦，阿西拉伊应该是一次吃两道，也要吃个六轮，这样算两道。对啊，这个是西物跟相物。我这家这个，我们上次准备有花禅抄。我明天还有早餐。有还付了，还有含早餐。一个人一份早餐。可是我们明天很早就要。没有啊。今天再去看信物。我们今天去看了，但是他早上有那个水汽冒烟。很多的，它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片，一个人七片。特色生鱼片。就是连日本人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鱼的生鱼片。他在闭气。啊！我不小心掉到你的汤里面。人家削成这样，你也捧场一下。我很捧场，我没有翻桌就很捧场。叫我走开。这里好难咬断哦。嗯，好 Q。我每次吃有一些奇怪的生鱼片，就是我感觉就，就是这真的是我吃过，这好像不是我曾经吃过这辈子吃过的东西。常常会有这种，我这辈子应该是没有吃过那个东西吧。这东西真的可以拿来生吃吗？就是这样啊，日本人生鱼片就是要点点奇怪的，才不是欸，我都不要点什么那种奇怪都没吃过的鱼，我真的觉得怪怪的。他会点一些什么蟹啊，或者是贝类。
扇贝跟螃蟹、虾子，对，虾子会吃，但是鱼我就很保守了，很多鱼我都不敢点。花枝你是不是有点？花枝不算鱼吧？我是说花枝，你是不是也会点？花枝会。我觉得他算的时间蛮刚好的。你都吃完了。嗯。啊，其实我搞不好他装。啊，监视器。对，他装监视器。哇，他快吃完了，赶快送第二道。快吃完了，赶快送第二道。这不会的，这不会。这是蒸蛋吗？蛋豆腐之类的吧。嗯，口感非常的，非常的接近。真的吗？有冲过吗？哦，是因为冲过它的皮才会这样子，这个才会这样立起来。用滚水冲过是在我在漫画里面是有看过啊。是因为这样才会这样明显吗？嗯，我在漫画里面是真的有看过这种做法。嗯，它没有办法倒水。那没有。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深的技术，因为你要只有皮熟，里面完全没有熟，应该是很难。那是有练过的，就是鱼的温度跟热水的温度都先计算好。这有点小，因为我们没有讲很大声啊。讲话很小声，好吗？嗯，我偶尔是讲话很小声。你只有在 A 项运营的时候比较大声。那时候他就知道了。哦，我怕冰水。网络开始不行了。真的？嗯，晚上又来了。为什么连红萝卜都不吃？没有特别想吃、啊。之前 Choco 有送我们一套浴衣，两套了，一人一套浴衣，就是很基本的花纹，白底蓝色的花纹的。但平常在家里也不会穿，老实说。对啊，挺麻烦。没那么有情趣。你知道他这么不浪漫，不是那种可爱花纹的那种。是甜的，真的吗？嗯，是有点甜甜的，对，很像布丁的口感。他怎么知道哪时候上菜？智商是用技术装卷控制。风后牛还没来欸，风后牛还没来，牛都还没来。我们右边这一眼睛啊，没有没有，我们还有一个明晚，明午晚还没来。地饼菊
线。四六八，还有八道，九含甜点的话有九道。圣品我有一套啦，圣品我已经有了。啊，对，圣品。其实我真的是过敏，不是，是太烫了啦。太水太烫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是不是。我泡太烫的水的时候也会身体过敏，对啊，就是皮肤所以过敏，对，热过敏。这口感真的很微妙。对啊，哎呀，我觉得酒已经融化了，变冰水。焦虑。它两边都可以用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。对啊，用它的 WiFi， 那也有可能这两边的人也不一定。它的 WiFi 应该没什么能上传，主要是。WiFi 有时候在容易有死角，对，你以为你连得到，但是讯号不好。看一下，タノクラ，啊对，タノクラ，タノクラ，对，タノクラ是甜食。讲啊，忙的看起来，不会，他会先子泡温泉，所以应该还好。然后泡完之后立刻昏迷，连衣服都不想换。是翅膀泡昏的。对。所以才叫你先泡啊。那你为什么干嘛不去泡？因为你们两个泡完就七点啊。那你刚刚怎么不先去泡外面的？我在弄那个车票的事情哦，就跟你讲我在弄那个车票的事情。哎，可以耶，给我，我这 WiFi 可以，这 WiFi 比想象中的强一些。让我们吃 WiFi 呗。做 WiFi 厉害的，来，好了，做 WiFi 比想象中的好哎，因为这边离柜台很近吧？有可能，关掉，好像可以不用，
巴线挂。先生，你吃哦。也有饮料的美。饮料是有另外的。看你就知道，有没有价位就知道。看了数字就知道了。我估计是要另外一点的。绝对是要点，这个绝对是要钱的，这个绝对是要钱的，酒都是酒，都是酒啊，都是酒，哦，有 soft drink， 也是要数字的，这是什么？地饼菊花馅，妈妈要喝吗？我现在就已经想睡觉啊，这么快？答应你，不会啊，他们会讲字，他们会讲英文。有一股特别的香气，臭臭的。旁边有柚子酱。红日线。我们总算把右边这一页吃完。还有剩下左边那一页，没有，这刀吃完才是左边右边那一页吃完。这个就很棒哎、欸。这个真是马吉。是吗？这是什么栗饼？对，但是看起来就是马吉。菊花馅。是咸的。错了耶。みぞれかな、わからない。これです。名物。啊，我知道，那一丝一丝不是柚子，是菊花。哦，我还以为是金针嘞。什么金针？金针是长长的，还蛮好吃的。那个一丝一丝的是菊花。菊の花。菊，对吧？菊。菊。菊。上 GBF 领3400，什么时候可以领？今天我上了，没领到。三千十等于是一次抽的钱呢。所以
这是汤圆吗？那就是我们的元宵节汤圆。我们没有吃汤圆元宵节，因为在日本。很漂亮的一道菜，然后吃起来很不像我想象那样子。好吃是归好吃啊，对，但是这个麻吉吃配这个味道，怎么觉得哪里不太习惯？其实很清淡，但是还有放这个芥末籽。如果不加芥末籽的话，哪票是贱，才给3000太少，那就是昨天我领你的。马票事件，那我应该已经拿了啦。我发现好像 GBF 常常会有一些纠纷，常常会有一些纠纷，然后只好要出又花钱摆平这样子。没关系，爸爸有钱，什么没有？反正发来发去也是免钱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发再多也只不过是数字而已。这个是什么？青椒吧，一种辣椒。马票内线交易。马票内线交易是什么样的故事啊？我没有听说过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 GBF 精神，我还真的不知道 GBF 这么黑暗。那所以就跟你说7:30。7:30我这样吃还是吃饱了啊、哦。半个小时对你没有用，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差别。我觉得可以叫武动不要上，乌龙面不要上了吧？乌龙面绝对吃不下。我刚刚觉得肉吃完应该就极限了。肉还有牛肉，还有后面的烧物、盖物。没有啦，牛肉就可以冷锅，吃到牛肉你就放弃了。不用，对。古战场的职场，吃完牛肉就可以结束这一回合。对，那一开始就竟然说我只要后牛，什么其他都不要了。越海，越海，下班了，怎么那么刚好？一起吃饭呢？大的气控团联合操盘，有人赚了20几万时，哇，这么可以、啊？操盘为什么？这么多照片？你有传照片干嘛？今天拍了。为什么赌场那种赌场可以操盘到这样？这是吗？可
泉どうでした？温泉どうでした？すごく良かった。哇，有够多！我没有挑，我就都吃了。那为什么我那盘还是有黄瓜？那不是黄瓜，那是黄瓜，那是节瓜。那没关系，你不要放到锅子里就好了嘛。你没有跟他说那个不行，就给我们喝。生吃生炸，你就直接可以做成。你需要我给他什么？哎，那个可以做成。像没有啊，因为有一些重复，我可能要挑一下。没有什么，不用讲了，没关系的，不是他的问题。嗯，他是在这边烤。嗯。哦，还附一块牛油，让你自己煎。那不是牛油，那是皮牛的脂肪。那就是牛油啊。牛油是另外一种 ，butter 才是牛油。不是。butter。这黄瓜应该很厉害，你看它中间完全是白的。我知道这么好吃的黄瓜子，我决定要给你吃，我决定让给你吃。像牛肉这么肥、这么不健康的东西，我帮你吃。好，帮你吃，我给你吃。这么肥的牛，对，多吃多了心脏血管疾病。我怕你中风，这我帮你吃。他说两分钟，然后可以自己开始煎。其实两分钟已经够了，这么厚呢。哎呀，你把它夹起来啦。我不要拍到两片小黄瓜啦，你就先把它拿走就好了。你先帮我夹起来。莫名其妙坚持的老板，别讲我坏话，再讲我坏话，我不帮你吃。还蛮厚的。所以这个锅子就是要拿来煎的。对，自己煎。嗯。真的很烦哎、欸，熏我，快点，快点。吃饭吧。快点，快点。吃饭。
尤其是牛，还会有猪。你在拍吗？哇！丰厚牛啊，那你们这地方是可以，所以它就是这个地方叫做丰厚牛肉，牛肉就像神户牛叫神户牛，黏住了。哇，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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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要你们觉得不太好的那个不够，哇，好像可以可以，好油哦，全部都油淋下来，这都是油哎、欸。然后我们现在有三种酱汁，我们沾盐巴试试看。嗯，这个是真的蛮厉害的，可是很油脂很多、啊，但是香味，我觉得是我烤的不好吗？我觉得没那么香哎、欸。好像要再烤久一点，好像要再烤久一点，还是因为。中午那是炭烧，我觉得好像再烤再久一点，但是很嫩，对不对？很嫩，要再烤久一点。它是不是？它是酒精火。我觉得它这个原本肉是冷冻的，它原本是肉的是冷冻的，所以会有一点点，所以要烤久一点。要烤到，我觉得烤到表面有点焦，可能会好吃。嗯嗯，烤痛。烤的要菜有点焦，还不错。嗯，要烤到有点焦，我比较好吃。这样子应该可以了，你看看，哦，有了，肉的香味也出来了，主持人阿姨在滴油，她也在滴油，你看滴的桌上都是油。沾个酱油吃看看，
柠檬汁吗？好，下一个就吃柠檬汁。烤香菇好了。哦，喷到了，好烫！丰厚牛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我不要了，我自己吃，你自己吃。我多两片，我又多两片呢，妈妈给我两片。超油，我们呢？哦，超油的啦！到喷漆。有人 menu 上面有人有。可以帮我煎，然后你帮我吃。厉害厉害，真的有。牛油鲜的香汁，还蛮香的，香菇也很香。这个花没有小黄瓜的味道。不要再说了，你说再多我都不会听的。你闻一下，你确认一下。不用了。我觉得它不像小黄瓜，我也觉得它就像不像。真的啦，我没有骗你啦。那个盘子可以回带回来给我吃吗？这个上面的油你可以拿来浇饭。我现在才发现，你吃一口这个，吃一口这个。哦，真的吗？不会这么绿。これは絶対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ですね。これはすごい。它有点焦才好吃。要是真的有朋友要来的话，记得选这个增量 1.5 倍的套餐。增量 1.5 倍啊。
1-2千元，我觉得不值哎、欸，不值啦，不值，再来1-2千元不值，这些不值啊，光是这一盘肉，你看我们中午那个肉才一点，哦，也放这里啊，谢谢。妈妈给我吃的，你看够够，就是咬下去都是都是油花的感觉，很嫩。还要再烤吗？妈妈自己烤吧。嗯，我自己烤了，我自己烤。我真的是，连这个吃不吃？这也是不是？可以点啤酒啊！真的是果然是个大叔才会有。反过来。啊？你说对。他是造我。满满的油脂、油花，呀，火快没了！我的火快没了。就是啊。然后再加一颗，不然妈妈再帮我煎一片好了，用你那个剩下的火把它煎掉就好，这样就不用来就来不用再请他再加那个酒精了。可是里面又没有火哎。哎呀，完全没了。这边没。哦、嗯。所以还是要加。你也是要加对。嗯，好。哇。放这里啊。没火了，吃太慢了。那个可能它只是煎一下。我的火没了。小猪的还有一些。没有，我们两个。小猪也没了。都没了。你也没了，都没了。因为还有两片，不加是不行，不加也没办法，对，不加是绝对不行的。哎、欸，原来你那边有零哦？对啊，我都不知道。加上一个地方就好。啊，すいません。これ、早いな。ちょっと、ないです。もう、なかった。もう、一つ。はい、ございます。所以你都没煎那么久。应该是这个其实这个肉很好，应该稍微煎一下。想要满满的、慢慢的品尝啊，不行吗？就是想要慢慢的品尝啊。他们可能煎酱就吃。而我一开始是煎这样吃，然后发现没有很好吃啊，要再煎熟一点，知道那个油香才出来。可是这样真的很嫩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它一开始是冷冻的，不是冷冻，就是冷藏，然后如果煎的不够，它应该要先拿出来放室温。有些人家牛排店就是要出来。然后要先拿出来，对啊，因为太凉了。我刚刚一开始煎，一下下太凉了，没有很好吃，温度太低。这样加在这里，可以加在我这里。嗯，要加。一つだけで十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大丈夫。
全部ここで作りますので。脂肪分は。要煎吗？嗯。要煎的。要煎的。一次煎两片或许好一点。对啊，可以的。就很快。那这个。开始喷了，这一块可能刚刚上面有余温，所以已经熟了，不像刚刚那样。我觉得它已经熟了，你看颜色它已经变了，因为刚刚锅子上应该有余温，所以它已经熟了。放的你的杏鲍菇要加吗？这个肯定是加点柠檬。